早餐，哈哈，妈妈又准备好了已经。然后这个是昨天买的面包，然后现在泡一杯速溶咖啡。盐太重了，所以我早上都会用这个滚一下脸，因为我脸太爱浮肿了，因为我睡觉之前会喝很多的水，所以一般都会用这个滚一下。啊，卡住了。拆这个吧，妈，这自己就破了，都不用我拆，哎，都不用我拆，看到没？拿俩手机壳，俩手机壳是我在1688上买，跟我的支架太配了。这个5块钱，这个7块钱。这手机壳带个绳，就这绳可以拆卸，还不错。一开始我看那图以为它不可以拆呢。就这样的一个手机壳要套上，哎妈，这我套不进去啊！哎呀，抱歉，只能这样拎着它。这个还行，妈，但这是透明的。我看那个图片，我不知道它是透明的。我那手机是金色的，那得老磕碜了。等会儿套给你们看看。是我买草稿本要那个这个是三个学科120页，然后是这种分学科的。你要是就我之前在美国念本科的时候用的也是差不多这种的，我觉得它非常好用，就非常建议大家买啊，淘宝就能买到，你就搜美国笔记本就可以。然后它还我刚才还有卖那个小希尔顿同款的，那些特别好，就是，但这个有点沉，有点大。如果你是每天都要去学校的那种，其实不建议你买这个。但是它会有那种一个学科一个学科比较薄，那样就比较好。买的是这件，今年很流行绿色啊，然后我也最近开始滑了，非常的喜欢绿色。哒哒哒哒。但这样的绿色的斯潘格今天也很火嘛，哦，它已经特别冷，最近，然后其实可以穿一件比较单的这种毛衣了，这应该会蛮显白的，因为我很懒，我今天就不试了。当代年轻人的网课，裤子，衣服。我们现在要进入会议房间了，妈，我现在居然还有点紧张。Who knows? Maybe China, right? What does this mean? In charting your future as you go along the way. So, welcome, and if you're on your way to Korea, you know, safe journey. And if you're still waiting out your you know, quarantine, then, just be patient for a few more days. And, you know,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all of you. So welcome again. And I look forward to doing this class with you guys. Thank you. I'll see you next week. Thank you.然后刚刚上课了，上课心情很不好 ，emo 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提问那些历史问题，大家都会，就我不会。问你啥问题？就什么是中国谁签的那个不平等协议？那我上哪知道去？我高二就退学了。啊、哦，高二咱就没再上了，气死我了。那回答正确了，给什么呀？
上课那老师的电脑坏了，本来3个小时课上了2个小时，然后自我介绍只有一半的人自我介绍了，没轮到我。今天白化妆，下周这今天还得再化一次，因为要轮到我了。上一门课介绍一遍吗？这是第一周的课都得介绍。Oh my god！ 我俩现在去上普拉提已经要迟到了，迟到因为谁呢？嗯，因为谁呀？靠着腿在抖，你的呢？练完了，太累了，朋友们，浑身都是汗。看我们哈尔滨多美。口罩是没戴对啊，但是傻子。你是游客吗，石大江？也不知道谁先在那儿拍的。我这口罩咋回事啊？哎，你看我这口罩咋回事啊？是咋的了呢？啥呀这是？那这个穿错了吧？这好像弯了似的。我俩现在要去吃，哎呀，这口罩真是太……我俩现在要去劣质产品。我俩现在要去吃麻辣烫了。我俩到了，其实这应该我家能点到外卖吧？特色干汁麻辣烫。最近在看这本书，文本盗猎者，电视粉丝与参与文化。它讲的就是一些粉圈，用学术的角度看看粉丝、看文化。这语言有一点，比较文献的感觉，所以看起来有点慢，但是非常的好看。